好多謝各位嘅掌聲，同埋多謝各位留步。我哋請到監製關錦鵬先生、導演祝子嫣，仲有兩位演員做中間嘅許欣怡同埋謝榮恩。我哋恭喜謝榮恩琴日提名咗亞洲電影大獎嘅最佳新演員，我今晚就已經攞咗噶啦。大家有冇問題啊？或者有咩分享？如果冇，我就問先啦。咁我問關導，你點解會攞起呢個 project？ 我幾年前收到一個電話，咁啊有電話號碼，我唔知邊位，咁我就照聽啦。通常我呢啲個電話我唔聽嘅，咁啊就照聽喎。咁原來係祝導演打俾我，咁佢自我介紹完一輪之後就話希望我能幫手，佢參加首部劇情片，咁就要 attach 一個監製嘅名，咁你俾劇本我睇下先啦，咁佢話好啊，即刻就 send 咗個劇本俾我，我完全係因為鍾意個劇本，所以我幫佢手。聽講呢個劇本都打破咗一啲規則嘅，因為本來大專組嘅首部劇情呢只係有電影學院嘅學生參加嘅，咁但係因為呢個劇本太好啦，咁啊即係主辦單位呢就揮到就而家 open to 所有大學嘅學生都可以參加呢個大專，咁樣希望大家都鍾意個劇本啦。咁導演你又講下點解揾關導啦，你又覺得點解會拍呢套戲啦？一開始我係第二部首部劇情片先做嘅，我第一年係落選啦。咁但係第一年我都係揾關導幫我做監製嘅。咁其實我係完全唔認識佢啦，好似關導啱啱咁樣講，即係冇留電話，第一次都，所以關導冇你電話。電話係阿 June， 即係我嘅聯合監製俾我嘅。係因為佢因為要監製先可以報名啦，咁所以當時就。佢就俾咗幾個人我嘅，咁當然入面我最喜歡，而本身我自己都係佢作品嘅 fans， 咁我就覺得佢應該年中好多人會揾佢，所以如果我唔成功應該都唔會太丟架，因為我覺得佢唔會記得我啦，即係年中應該好多學生好多素人啊咁樣去揾關導合作嘅。咁但係我WhatsApp 咗先，跟住再打俾佢嘅時候，佢本身其實有少少 reject 嘅，我唔知佢記唔記得。一開始佢其實係話佢好忙啊，即係佢好似有第二套戲定點樣啦。跟住然後我就話但係咧，我真係要一個監製個名先可以報名。太多人揾佢啦，我知道。跟住我講完呢句之後，我咁你寫我個名啦。跟住然後就 send 咗佢嘅身份證副本俾我。我就覺得關導一定係一個內心好純真嘅人，好善良。跟住當然佢睇咗我嘅劇本啦，亦都係。咁嗰刻我就報名成功，咁但係第一年係落選，咁佢就安慰我就再接再厲啦。咁我第一年個劇本係比較 commercial 少少，即係講都係 coming of age 嘅故事，但係係比較冇咁我自己其實冇咁喜歡嘅，相比起而家呢個劇本。咁我自己寫咗呢個小說先，寫完小說之後就覺得或者可以試下將佢改編做劇本。咁劇本入面加咗好多元素，就係譬如話有姊妹啦，本身係一個人嘅啫。同埋三段式都係小說改編，因為小說裏面有好多 flashback 都係講緊童年、青春以及成人之後咁樣咯。好啊，咁問Natalie 啊，你唔係第一部戲㗎啦，你做得好好，但係咁你同Yoyo 點樣去夾呢？因為 Yoyo 真係全新嘅嚇，你講下你哋點樣去夾啦，係啊。casting 嗰時係啊。超歡迎我，超溫暖，咁就即刻覺得好有安全感，同埋同佢哋一齊好舒服。因為我係好緊張嘅時候 casting， 因為 casting 嗰時我哋係已經要講一段湖南話，所以我 casting 之前嗰幾日不停喺度聽，因為佢哋好好 send 咗啲錄音過嚟俾我哋聽，俾我哋練，咁我就不停喺度，跟住行入去嘅時候就完全唔記得咗。有湖南話呢件事，因為佢哋兩個好即係好似朋友咁樣，然後我就覺得佢哋係咪姊妹啊？好似啊，然後就傾咗嘅。我好中意就係我哋唔係即刻
即刻做嘅 casting， 我哋係傾咗偈先，跟住好輕鬆咁樣一齊介紹互相，跟住介紹自己，跟住就做咗 casting， 然後係啊，我哋玩咗遊戲，跟住佢仲俾我哋禮物添，跟住我見到翻去同媽咪講，哇、哦、好開心啊！即係唔似一個好典型嗰啲 casting。嗯，咁 Yoyo 咧？我係嗰陣時就見到佢，哇！佢閃靈靈嘅入嚟，戴住副黑超咁樣，好型啊！係啊，好記得，跟住就哇，佢仲似家姐過我，跟住到依後屘翻去都同我講 ，Yoyo 你要努力啦，要壓過佢啊，氣勢要。跟住因為就係佢因為點講好咧，我就係、是、好彩，就係演之前有一段時間同細妹相處。因為我成日望住佢都好似啊望住偶像咁，跟住完全我個 type 因為即係你中意嘅女仔，係啊，跟住就跟住我嘅對手都好好啦，跟住真係可以完全100%信任佢咯，跟住我就覺得好開心，第一次電影係同佢哋一齊。嗯。咁講開 casting 啦，咁啊，我知道戲裏面除咗導演識湖南話，全部人都唔識嘅。咁點解你又會揾阿吳康仁做呢個爸爸呢？因為我諗當時佢都未拍《富都》，你亦都未睇啦嚇。你分享一下。本身康仁都係自己好中意嘅演員，但係其實當時我哋有諗過揾內地演員先嘅，因為本身角色就係內地人。咁但係因為隔離係需要好長嘅時間。隔離時間仲長過拍攝時間3倍，所以我哋就打消咗呢個念頭，就諗不如揾自己喜歡嘅演員啦。咁就一諗就諗起，譬如話台灣啊、馬來西亞、新加坡，我哋就諗不如揾康仁啦，因為呢個係我同聯合監製阿尊都好喜歡嘅演員。咁但係我記得我哋揾佢嘅時候，佢係39歲，好似仲未過生日嘅。跟住佢就好 surprise， 點解要揾佢演第一次演父親啦，同埋要演到60幾歲嘅？咁佢就覺得。即當然佢好喜歡個劇本，但佢都會問點解你哋唔會揾一個50幾歲嘅人，可能做呢個角色會更加年紀比較符合啲咁樣。咁我又冇諗喎，我當時就同佢講話，因為我同關導都好喜歡日本電影嘅，即譬如話50、60年代，我就話東京物語嘅時候啊，立志仲其實佢都係50多歲，佢演一個70幾歲嘅角色，其實我就話冇咁多框架嘅，其實只不過係話。我係好喜歡佢，我就希望可以揾佢加入。咁然後佢係睇完個劇本，佢已經係好喜歡啦。咁我哋好快就已經係落實會一齊合作。咁但係我係冇諗過佢好早，因為我都係一個幾扯嘅人，我已經好 J 啦。但係我覺得康仁係 J 到我好多，因為佢係少數演員係扯翻我。即係譬如佢哋，我就要同阿永恩練湖南話啦。永恩嘅湖南話都真係需要比較多長時間去訓練啦。咁但係康仁係由落實咗之後，我諗3、4月開始，佢拍緊《富都》嘅時候，有啲 day off， 佢都會話：不如我哋 Google Meet， 我哋去練一練，因為佢唔係淨係要學湖南話，佢仲要學廣東話，因為佢覺得自己廣東話唔符合話喺呢度生活咗10幾20年嘅廣東話，同佢而家本身廣東嘅廣東話係唔同嘅，所以佢落咗好多。功夫時間甚至佢拍住副刀嘅時候都會孭住我哋個劇本，即係佢係一個好用心、好用心喺語言上面，自我要求都好高嘅人。咁我覺得我係好幸運，因為我諗唔會有第二個好似佢咁好嘅演員，即係一切都係最好嘅安排。咁再有冇人有提問啦？好。好反正啦，我都好中意呢個故事，呢個劇本同埋呢部電影。我想問一個最後，我覺得其實佢中間有個問題嘅，都係問你係邊度人啊？問女主角啊嘛。咁我記得最後佢嗰個團友都係咁問翻第一次嘅。咁因為我都係一個內地人啦，我喺香港生活噶。咁我就想問呢個問題，我諗女主角佢雖然冇答，但係佢先係俾咗一個答案。我就想問。我覺得譬如林子源佢嘅諗法同我自己本身諗法應該都好相近嘅，就係我係一個香港人，亦都係一個湖南人，而呢一個身份嘅所謂嘅認同嘅嘢，我覺得係永遠都會喺度，無論我喺度生活幾耐都好，都係會我香港人，我亦都係湖南人。咁但係我本身以為呢一樣嘢係好獨特嘅，跟住但係後屘我發覺原來呢一個身份認同嘅唔係淨係話
我在內地出世，然後來香港生活才會有這個感覺。而我發覺譬如這套戲我們去了東京啦，去了台灣，譬如在東京生活的內地人，在上海生活的日本人，或者香港生活的外國人，即原來這個身份認同的問題原來是大家都可以代入到的。但是如果回答你的問題的話，我覺得既是香港人亦都是湖南人。有沒有提問？是大聲關於Human是同不同首歌是沒關係的即是這個可能答得比較怎樣濃縮一點。首先第一個原因就是因為月亮是我們整套戲一個很重要的元素啦，我自己很喜歡蘇適的詞，無論是水調歌頭啦，還是他有首前赤壁賦裡面就說霞飛仙以遨游，抱明月以長鬃，即我很喜歡這一句，我就將它寫了落我的短篇小說的最後結尾那裡。咁所以我就想將佢做改做英文嗰陣翻啲英文啦。第二就係我好鍾意有個 animation 叫做 Inside Out。Inside Out 佢有一段就係 Ping Pong 同埋阿 Joy 係啦，要爬上個山嘅時候，跟住然後最後阿 Joy 上到去，但 Ping Pong 上唔到去，跟住 Ping Pong 就講咗一句話 ：Fly her to the moon for me。啲嗰一句我覺得其實所有童年嘅嘢，即係 Ping Pong 其實最後都係會消失，一個童年嘅一定係會。一定是會不記得的，即是好像遠遠的回憶一樣，但我覺得那個感覺是不會變，所以我就將它是啦用了關於他的門。是還有沒有提問？那我問一下關導，那你是做監製，那你都是一個導演，那你現場有沒有什麼提點啊，或者有沒有說手痕啊諸如此類的？冇噶冇噶，我做監製由趙薇嘅《致青春》開始，咁我都有跟場嘅，咁坐響導演旁邊咧，我唔會話喂你呢個鏡頭咁擺唔啱喎，嗰個咁擺唔啱喎，我會更多係我真係覺得點解個演員咁表演咧？你可唔可以試下？你 OK 咗之後，請佢再演多一次，大家睇下咧咁。咁我覺得呢啲都係一啲提醒，多過話我落咗一個指令話唔得唔得，呢、這個鏡頭唔能夠咁拍嘅，你應該咁拍，應該放車軌嘅，我唔會做啲咁嘅嘢。有冇補充啊，導演？我只記得，因為今次冇人問指導自演，因為每一場都會有人問點解會指導自演啊？幾時決定嘅？咁我係寫劇本已經決定噶啦。跟住，但我琴日我哋講指導自演呢件事嘅時候，關導就有講話三個年代嘅子源，我最喜歡嘅都係2007年嘅謝永恩。係啊，跟住我就我都覺得我揀得好好啊，就不過永恩我都留意到咧，佢有啲鏡頭喊係冇眼淚嘅。咁你點樣演繹呢啲？我都覺得幾難做。我覺得因為之前同莎莎合作，跟我哋之間都有一定嘅默契啦。跟住佢係偏向比較合作嘅演法，跟住呢個都係我識咗佢之後，我覺得原來咁樣演係可能大家睇嘅時候會有更多嘅感受。跟住我就覺得原來傷心唔一定係要放出嚟，即係可能其實一個眼神。大家已經可以感受到你嗰種好無奈嗰種感覺，跟住我都好開心今次係莎莎做，因為佢真係好識指引我。跟住因為你哋合作過一套短片，我知道，所以比較係咯合拍啲。因為永恩佢本身都係素人嚟嘅，即係我哋係佢15歲嘅時候，我哋就喺旺角中心揾演員嘅時候，就見到佢同朋友，佢話佢嗰次第一次喺上水出旺角嘅人生，跟住我就見到佢啦，跟住然後就問佢有冇興趣嚟 casting， 咁佢就到開機嘅第一日，佢都係以為我哋拍緊 YouTube， 都唔知道我哋係拍緊。即係短片啦，電影佢唔係好識分嘅，咁但係我再揾佢 casting 呢一套戲嘅時候，其實就已經隔咗2-3年。咁隔咗2-3年就揾佢 casting 嘅時候，我就即係都我內心當然都希望係佢嚟演啦。咁但係我都驚隔咗2-3年會唔會崩壞啊，或者係會唔會演技大倒退啊咁樣啦。咁但係佢嚟到嘅時候，我覺得係比我之前佢更加
Brady 嘅，除咗因為疫情佢好似肥咗10公斤嘅嗰陣時嚟 casting 嘅時候，係咁，但係其他即係佢所有嘅準備功夫啊，包括佢嘅演技，我覺得仲係好即係好吸引到我，即係係唔係淨係我，係講緊成個團隊都係，淨係睇佢嚟 casting 嘅片，其實大家都已經係覺得即係呢個演員真係前途無可限量咁樣。咁仲有冇最後一條問題啊？我想問咧，點解個妹妹收嗰個政府工銜碼會上法庭咧？係咩一件事啊？我哋都比較濕途地處理咗，就係喺第一個鏡頭啊，妹妹一七年嘅妹妹自決起身嘅時候，就有個海報啦。咁而我哋嘅實體圖就係佢係嗰筆事件嘅反東北事件嘅人咁樣咯。咁所以之後佢收到封信就係要上庭，亦都係因為呢件事。其實呢個都係回應咗就係身份認同嗰個問題，就係、是、何為香港人？即係佢一路，我覺得妹妹嘅教育程度比較高啲嘅，所以佢會思考呢個問題，絕對係比姐姐深好多。咁去到即係去到一七年嘅佢，就係、是、我內心係好似啱啱我講，我都係一個湖南人，我亦都係個香港人。但係如果今日我喺香港，我比可能好多香港都更 care 呢度嘅一草一木嘅時候，其實喺邊度嚟嘅重唔重要咧？係、這、呢個都喺度回應咗呢樣嘢。咁 Natalie 有冇補充？你個名好似好慘喎，叫月缺嘅。我都冇諗過。係啊，導演點解改去做月缺子缺，因為我哋都攞咗月有音成圓缺嗰個啦。雖然都有人 question 就係話，即係邊個人個名字會改咗個缺字，即係好唔老禮咁樣啦。咁但我呢個就正正就係、是我哋係用詞嗰個圓缺，月有音成圓缺，就係月亮嘅缺，係咪就係一個唔好嘅嘢咧？即、就、係、是、我覺得唔同隻碗崩咗啲缺啦，係個月亮嘅圓缺，其實佢都係俾雲遮住咗，或者係係睇大家點睇咯，所以我就將姊妹個名係用咗圓缺，亦都回應咗《Fly Me to the Moon》即係嗰個月亮嘅意境。嗯，好啊，咁多謝各位。好，多謝。咁我哋多謝各位，我哋支持，我哋喺出邊。